昨日呢、這个其实咧，讲翻嗰个背景啦，就系、是、家长香港家长联会就同埋香港行动啦，就系昨日12点开始咧，就有呢一个嘅一个集会啦。咁啊，就系针对就系之前用粗口啊闹啲警察嘅嗰个林慧思老师啦，令人好争议一点咧，就系、是、其实香港家长联会同埋香港行动咧，系请咗一位就系、是。退休但是呢就仲喺休假中嘅警司就阿刘达强有上台呢就係讲嘢嘅。嗱我哋电话旁边呢有位立法会议员呢亦都想同我哋一起傾下呢个议题呀。咁就有阿大舅阿陈伟业喺度。陈伟业你好。Hey, 大家好。陈伟业我琴日点解见唔到你呀、啊、你喺边呀总之企喺你后面你大隻啲呀。我喺现场就基本上我哋好早到嘅。咁佢啱啱开台嘅时候呢我哋已经去咗踩咗一次场㗎啦。咁亦都我当时正式问呢个警方点解要封咗一个三行嘅即係警察线喺度啦。咁叫佢解释究竟呢一条係叫做呢个嘅封锁线啦定咩线呢咁。咁就佢嘅解释就係因为即係到当场嘅人数众多担心呢个混乱。咁、啊、但係呢个係翻常做法嚟㗎嘛将嗰啲对立嘅团体集会团体分开㗎嘛。咁因为嗰阵时都係佢个台都未正式开始节目嘅仲未去正式开始节目。咁就因为当初我同呢个嘅兰花系嘅朋友即係计划嘅时候呢、嗯、就諗住大家轮流去踩场嘅因为諗住嘅时间长㗎嘛。咁諗住有呢个嘅成两个钟头时间呢咁任何一个团体全段时间嘅都未必得㗎嘛。咁所以我哋就计划就轮流踩咁佢哋先行啦开头点零钟已经去踩场啦咁佢哋踩完一轮就我哋接力啦咁。嗯咁佢有个大台喺度啲群众梗係聚集喺个大台前面啦。喂但係你讲真的你踩场你都唔好踩到上人哋个台嗰度捣乱人哋啊人哋都根本冇法子集会。咁呢、這个咁呢个係踩场个目标系咪啊大家。人民力量就冇咁早上到台我哋想上嗰时候都上唔到啦。咁、就主要系龙思琪嘅朋友啦首先就多谢佢哋即係同埋有啲打住呢个嘅藏毒旗啦。咁、有啲即係攞住呢个即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啦。咁就嗰度其实个别几个人上咗台啫其实唔多嘅。咁至於係咪大會邀請佢哋上去咁可能大會想多啲不同聲音啊即係喺一個嘅青天白日旗但大舊啊你講呢幾五星旗係一個好獨特嘅場面嘛。係啦你講呢幾種嘅旗幟呢其實佢哋即係踩場嘅人呢個主題就係話要撐啊林慧思啊。咁但呢幾支旗幟嘅人士其實係用一個咩理念去到繼續撐林慧思呢即係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同林慧思呢個事件個關係係咩呢其实人民力量昨天落去一个重大的主题就是谴责警方偏袒这个维稳力量、即是偏袒这个维稳的恶势力因为即是爱自筹团体林老师整件事件是反映警方的偏袒执法嘛、所以那件事即是你要清楚表达那个的诉求呢就是这个警方的偏袒警方为什么偏袒呢因为港共治港嘛因为是整个维稳力量的操控是吗你见内地都是的内地的维稳力量又可以软禁任何人又可以打人都无罪的香港的维稳力量爱字头的打差佬都不用犯都不是犯法的打差佬都可以是不受检控不受拘捕的。